那天河要是上了琼华，这得要怎么办呢？天河，如果你要是知道你爹是这样一个欺师灭祖的叛徒，你一定会难过死的。不行，不能让你上琼华去面对这些。可是你不上琼华，方书剑如何带上去？我又如何能换来丹药救堂姐的命呢？我该怎么办啊？医生，医生，天河，我发誓，我就这一件事情骗了你。你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离我而去吧。